半导体产业是用最少的资源做出最佳效能的电子元件。过去半个世纪，为人类生活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。而未来，万物联网将串起无限可能。全球智能浪潮中，日月光以先进封测技术与系统级封装 SIP 平台，推动新一波的产业升级。日月光在半导体封测的领先成果，是30多年来每位伙伴一天天播下的种子。每位伙伴的努力，都将跨越时空，共同交织日月光的成就。思考永续，就是迈向未来。永续发展就像盖金字塔一样，想盖得越高，就需要圈更广阔的地。扎稳基础，加上长期努力，才能建造出高耸稳固的金字塔，让日月光眼界更加开阔。我们将人才视为最重要的资产，借由持续创新活动，创造经济价值。透过税捐与公益，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，并将盈余回馈员工和股东。为了创造长期的永续价值，日月光以低碳使命、循环再生、社会共荣、价值共创四大面向，开展全面长期的实际行动，跨出组织边界，透过传递与分享，实现对社会贡献的承诺。日月光30周年时，我们许下了对环境的30年承诺，成立集团永续发展委员会，承先启后，透过全新的行动与所有关系人一起推展永续的全民运动。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许多奖项的肯定，然而日月光的永续价值是需要长时间实际行动才能被看见。至今，我们已经完成许多阶段性成效。我们心中只想着，在30年后的未来，当孩子们看到成果，将会想起，今天的我们用行动改变未来。相信往后更多个30年，社会责任将是日月光的 DNA， 迈向永续未来。